这雷欧为什么一击不早点 E 啊？怎么变成露露的 A 成这样？我的妈耶！这么难抓吗？这雷欧，这雷欧。还要吃，我靠，哪来的人啊，这是干嘛呢？这辅助是玩什么的？他反正绝对不是玩下路，他的操作看着太令人绝望了。30名，저게당했습니다。我操！我他妈线控的好好的。把绝对要点，你要打我吗？我真的是玩你的那一刻，你是要打我吗？我靠，飞过来的，知道吧？这个鱼，说实话，真有点难杀。4打5的团打得这么艰难，这要咬我吗？
抓嘛，肿瘤呢？你的大能不能直接砸他呀？留着，这飞机能顶到我脸上？妈！ 上路还要带，我妈又迷路了，跑他！ 是有啊，他妈还要卡 bug 了，你他妈有大吗？不是，万不乐，万不乐。 这雷欧到底跟弹幕有什么区别？看比弹幕还呆呀！啊对对 하겠습니다. 我操，他五个一，他无敌了，他。不是飞机三件打不过不是很正常？这辅助主要太顶级了呀，绝对玩不了啊！这，这人绝对不能是玩辅助的，这人玩什么 B 位置？看一下。